你真系富，你真系打算同嗰个日本人合作？碧霞，你唔好怪我啦。再商言商，如果你个计划系唔可以进行嘅话，咁样做系对浩月最有利噶啦。我已经讲过，我会谂办法解决噶。唔通即系啲机会都唔俾我？我唔系唔俾机会你，依家系我哋毁约，龙少要告我哋啊！唔通你想公司赔钱啊？我当然唔想。 我知系想你俾多几日时间我，我相信一定可以揾到日本师傅过嚟帮我哋。你今次咁样去加藤，唔会有日本师傅再肯嚟帮我哋噶啦。今次唔单止你嘅计划唔可以推行，甚至连养猪场都唔可以维持落去。你意思系想结束养猪场？养猪场一直以嚟都蚀紧钱，加上冇日本师傅嘅话，结束系理所当然噶啦。唔得，养猪场系阿爸一生嘅心血同埋理想，我哋绝对唔可以咁轻易放弃噶。 碧霞，我明白你点谂，但系做生意唔可以感情用事。浩月都系阿爸辛辛苦苦经营翻嚟嘅，再咁落去，养猪场会拖累浩月。你面对现实啦，姐夫啊，你唔好再讲啦，我同李家姐已经决定咗，除非你响我哋同松岛先生签约之前揾到师傅，如果唔系，养猪场就要结束。 多年前，有个细路女问我：佢话香港叫东方之珠，点解香港冇人出产珍珠嘅？你开呢个养猪场，就是、因为我当年嘅一句说话。嗰阵时你虽然好细，但系呢句说话启发咗我。事实上，浩宇有自己出产嘅珍珠，就唔使下下受制于人。阿爸，无论几困难。 我都会继续变成你咁心，你一定要保佑我。唔知阿松。 岛先生对份合约有咩意见咧？松岛先生话咧，对份合约非常之满意。啊，龙少，你方面点啊？条件方面我都几满意。咁又好啦，我哋可以签订呢份临时合约啦。龙少，你签先。咪住，龙少，我已经揾到插拔师傅，随时可以开始插行。碧霞。 你知唔知我好难先揾到松岛先生肯帮我签呢份合约噶？龙少，我哋已经揾到杉山先生嘅入室地址帮手，你同我哋浩月合作，无非都系想赚钱，卖本地猪，论噱头，论利润，都比卖日本猪高。呢层我知道，不过你真系揾到师傅咩？冇错。龙少啊，松岛先生嘅珠宝首饰嘅质量先至有保证，你要考虑清楚。始终当日。 我系答应朱二小姐包浩宇包烧菜先，而且东方之珠卖本地珍珠点都新鲜好多。既然二小姐揾到师傅啦，二小姐，我又信埋呢一次，希望你唔好再令我失望。多谢你，龙少。碧霞，我想见你师傅。好啊。 老太，旭仔，你系咪夹埋阿碧霞嚟呃我哋噶？唔系啊，我真系识得插核噶，系杉山先生教我噶。杉山先生教你？你唔好噏得噏喎。我唔系乱噏噶，我喺南洋嘅时候咧系佢教我噶。你话你识插核咋？咁你对养猪有几多知识啊？我喺南洋嘅猪场咧打咗十几年工，都知道咧养活海水珍珠咧水质好紧要嘅，要防风条件好啦，潮流畅顺，浮游生物丰富。 同埋蜂窝唔大个海湾，其实呢度咧好适合养珍珠噶。仲有咧，插核嘅技术咧要求好高嘅，技术好嘅话咧，珠蚌嘅成活率就会高，珠蚌所培育出嚟嘅珍珠咧先至够圆够大够光泽，咁先卖到钱噶。诶，成日听你哋讲话插核，究竟核系点插噶？玉仔，你讲解下，顺便示范俾大家睇。哦，好啊。首先咧，就将啲蚌壳。 磨成圆形嘅小核后，然后好小心咁咧植入去啲珠蚌入边。你睇下。
首先咧就打开猪蚌嘅壳，跟住咧就要响呢度切开，切嘅时候刀口唔可以太大，亦都唔可以太深。跟住就要将准备好嘅猪核放入去，然后再用呢个细啲嘅送核器将猪核送到核位。猪蚌受到外来物嘅刺激咧，就会分泌出一种光滑嘅物质，将小核一层层咁包住，以避免摩擦之痛。珍珠质越积越厚，就会成为珍珠。插核嘅过程就系咁噶啦。就系咁啦。咁一只珍珠贝可以放几多粒核啊？咁啊，要视乎珍珠蚌同埋猪核嘅大细。嗱，一般三分嘅猪核咧，每个猪贝就插一粒；三分以下嘅猪核咧，就可以插两粒。因为猪蚌咧喺植核嘅时候，容易受到较大嘅创伤，如果处理得唔好咧，好容易会死噶。所以插核之后嗰两个礼拜系最重要噶。如果真系处理得唔好啊，随时大量死亡，影响收成噶。珍珠咁嚟嘅，旭仔你好叻仔啊！边系咧？你哋都睇到啦，旭仔真系得到杉山先生嘅真传，我哋嘅养猪场有佢帮手，一定唔成问题，系咪啊，嫲嫲？我虽然系唔识，但系见佢做得头头是道，应该冇问题嘅。系咧，长兄、碧云，你哋认为点啊？讲又讲得几好听啦，不过唔知做出嚟系点啊？系咯，讲有边个唔识？最緊要嘅咧就係，若果插核插得唔好，就算啲蚌唔死啊，出嚟嘅豬都未必會夠圓夠靚，一樣唔可以攞出去賣嘅。咁啊，俾多兩個禮拜我，只要插核之後兩個禮拜，啲珍珠貝嘅存活率達到七成嘅話，就當成功。如果唔係，我就放棄。咁都好嘅，碧霞既然咁樣講啦，我哋就再等多兩個禮拜啦。就俾兩個禮拜時間佢哋。嗯。如果唔成功嘅话，咁我哋就继续同阿松岛先生签约啦。如果养猪场有咩问题，你都唔会有好日子。二表妹，你系想讲乜嘢啊？你明知周旭仔识得杉山师傅，根据佢学插核识得养猪，你都唔出声。哎呀，我都系啱啱自知啫噃。你仲想耍我？你客旭仔话佢未正式拜师学插核，功夫未到家，所以唔好同我讲话佢识得养猪插核，费事连累我。你几时变得咁为我设想啊？咁事实上，我旭仔咧真系未拜过师学过艺啊嘛，我未见过佢插核。如果我同你讲咗，万一佢真系唔掂嘅话，咁到时你又话我骗你噶啦。搞掂呢科你就最耍家噶啦。仲有，系咪你叫苏丽常翻嚟皓月上班嘅？你到底想搞咩法神？喂喂，二表妹，你冇乜嘢入晒我数喎。咁啊，丽常系浩月嘅股东嚟噶嘛？咁啊，翻嚟上下班打发下时间都好正常嘅啫，系嘛？我警告你，唔理喺屋企好，喺浩月好，你哋两个唔好谂住搞咁多嘢。我你唔掂即系我唔掂啊嘛。二表妹，我记得噶，我同你唇齿相依啊嘛。最新劇集《逆天奇案二》已经在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上架了，北美的观众还等什么啊？快点去下载这个 Apps 来煲劇吧。